来看到台湾做贵族的传统婚礼，有一款这带公主贵的球，讲干了剩一寡部落，也有这款的仪式。啊，这台东大学经过田野调查，帮赞助台东金峰的嘉南部落，找倒来因传统的婚球甲仪式。这块顶端有刻白玉丸的图的茶房啊，是白玉丸的贵族娶新娘的时阵用的球，四个白玉丸的勇士，甲这个球扛入去新娘房，准备要娶新娘。娶新娘的时间一日到，女方这边就会派姐姐族人扎伫个门口，一方面是要防止红抢婚，另外嘛有要甲新郎压落底的意思。尾手新郎顺利入去了后，就甲跪伫个这块茶房啊顶端白玉丸的公主娶返去厝里。这是已经有百年历史传统白玉丸的婚礼。经过台东大学推动的台东意象博物馆的计划，用两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，请调刻师照头一辈讲的刻出传统要娶亲的桥，再佮由附近滨木部落的女头目来示范，重新甲金峰乡嘉南部落传统贵族才有的婚轿仪式找倒转来，这族人是感觉真甘心。今天板子弄得比较漂亮了，以前我们的板子是就是很普通的板子，它今天板子有雕刻，很漂亮。我们很肯定的呢，哈，都超过100年。那到底他这之前又能够往前追溯到更多久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蔡进书讲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讲，传统白玉丸这种用贵的娶亲的桥，后来发展做早期有刻百合花用这桥，一直到现代用顶那边的桥，拢总有三种。这个是头一件意象博物馆的收藏，不过博物馆都是部落，因未用来做展览，是要发挥更大的文化传承的功能。未来也会提供给游客来体验，促进台东的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